十五技能，十五技能直接掰，不逼逼赖赖，直接力劈华山必来神马，直接给我杀了！后排技能要力劈，后排技能还没出现力劈啊！后排技能该出力劈了，力劈力劈出，神马没掉 ，OK， 神马没掉啊！四总不慌了，四总不慌了，没掉太贵的出啊，反正也没掉，感知也没掉，钝器也没掉。招架掉一掉，招架掉一掉，招架掉一掉，不会掉壁垒了吧？招架掉一掉，招架掉一掉，招架掉一掉，不要掉高通，招架掉。啊，王哥，其实他这宝宝是不缺书的，只是当时带的吸血套。对啊，他现在直接带招架套，完美技能吧？嗯，冥思会跟啊，冥思啊，冥思会跟全都有，然后的话。钝器感知跟招架啊，这个好像是完美了啊。哦，刚才带的高，刚才带的高吸，那其实不怎么慌的，还行还行还行。OK OK OK， 哎呦我擦，是暴力，美滋滋，笑嘻嘻啊。掉的是应该是招架吧？啊，掉的招架。OK 啊。只能说最好是掉强力。我不喜欢强力，不喜欢反震，因为强力的话以后还有争锋的可能。掉高神有套装啊，别掉高臂高头啥的。来，这只宝宝叫女人三，没错吧？啊，来吧，善恶给我上爆！强力没动，掉的是前排，后排神又没有掉。我看一下招架，招架也还在，必杀掉了还是偷袭掉了？幸运掉了，操！一个这么有杀气腾腾的宝宝，结果他妈带的是必杀套啊！必杀套掉的也行，因为必杀套装非常多啊！必杀套装非常多，他妈补个毛啊，大哥！这只宝宝就十三技能，掉什么带什么套，不可能补书的，大哥！啥家庭他妈这他妈宝宝补书？不补不补。